Hello，大家好，我是燕婷，也可以叫我 Lisa。今年22岁，身高163公分，体重45公斤。主持经验有3年的时间，除了我们比较正式的记者会、国际性的博览会、研讨会等，但我们比较需要活力、需要热力十足、潮热现场气氛的，我们的 roadshow 或者是展场的活动以及品牌的活动，都有非常多的经验。那我的平常呢，我的特色就是非常的活泼大方之外呢，我还可以做中文、英文的全英主持，所以呢，也希望有机会能跟贵公司合作，谢谢。绝对不要错过，给我一点声音啊！好，准备好了，Are you ready？Okay, so please tell me, where you come from? Canada. Welcome to Taiwan. All right, and I am going to ask you one question. So he just said the element we need for our own 3D PC. The first element is NVIDIA GeForce GPU. So how about the second one is? It's a 3D vision ready monitor. That's right, and how many hertz? 120. Congratulations, 鼓掌，来自我们加拿大的朋友。So this is a present for you, and hold on. I'm going to give her, go, come on. 好，再多给我一个，好。Going to give you a waterproof bag. Thank you very much. TCS 双涡流喷射引擎，来，请问一下现场来宾朋友，有请涡轮上跟主持人一样的举手。好，非常好。请问一下现场来宾朋友，我们刚刚有说到哦，人的灵魂之窗是什么？眼睛，大家播一点声音好不好？好，人的灵魂之窗是眼睛，机车的灵魂之窗不是灵魂之窗，机车的灵魂是引擎啊，很好，鼓掌，没有错，机车的灵魂就是引擎啊。所以今天如果你的车子不是我们的双涡流喷射引擎，那就逊掉了。为什么？因为呢，我们的双涡流喷射引擎不止让大家的马力增加，想知道马力增加多少趴吗？我们马力增加9.8%，我们的扭力增加9%，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油耗量大省12%。请问一下现场来宾朋友，如果骑机车马力不足，是不是很烦？那帮我接个话。好，如果我们的扭力不足，是不是很困扰？所以今天要一台马力足，要一台扭力佳，要一台省油的车就要到。Uber，要有默契一点，就。